回来前我都先准备好咯。睡了一下午觉，然后现在起来了，准备跟公公去买个东西，他要陪我去买一些我要带回台湾的东西。然后瑞英刚刚中午吃完饭，吃完中餐之后就跟他住附近的好朋友出去了。好，那我先去买东西咯。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，公公就叫我尽量买，他说他要买给我，很不好意思，请我买一大堆。我原本就要买很多的啦，因为很多都是在日本常常用的食材啊，还是爱吃的食物或爱喝的咖啡。好，然后很感谢他，还带我去那个药妆店啊、超市啊，买了很多东西给我跟他儿子。然后我现在要喝我最爱喝的 Brandy 的咖啡，我还要
吃我很爱的，有一些一个湖，他们的洋芋片超好吃，然后这个是新的，我没有吃过，我就来吃吃看。因为它这个有一点点厚度，不会太饱，然后盐的味道也很够味，嗯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然后现在瑞他去找他朋友，他还没有回来，他可能晚上才要回来。因为润妹今天回去，他明天还要上班，他没有连假，所以他今天下午就先回去他住的地方，然后公婆把他送他的一些行李帮他载过去，所以就刚好剩我一个人在家，我顾家。哦，不过等一下也很忙，我等一下吃完我的点心之后，我就要来准备晚餐的食材。今天晚上要来吃火锅，然后会先去 洗澡泡澡，因为公婆已经帮我放好热水了。哦，刚有声音了，已经通知我说那个水温已经够了，可以进去了。现在已经洗澡洗好了，洗头也洗好了，已经6:30，我要开始来准备火锅的材料喽。然后借穿一下婆婆的围裙，这件围裙好可爱哦，超梦幻，完全是我的风格，少女心风格。然后还有可爱的地垫，这个地垫是史努比的，婆婆很爱史努比，不是史努比啦，那个米奇跟米妮，所以家里都有很多米奇跟米妮的东西。好，这样我先来准备切菜咯。我也分享一下，如果在做火锅备料的时候，我们香菇没有要马上吃的话，可能还要放的话，就不要直接水洗，因为菇类如果水洗放久的话，它就会吃起来苦苦的，所以就可以用那个餐巾纸沾水，然后表面这样擦，把表面擦干净就可以。还有里面这里这个凹槽处擦干净，它就不会过湿，因为如果过湿的话就会苦。然后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可以放比较久，然后你看上面脏脏的就会附在上面，然后等一下再帮它刻花。刻花其实刻花也蛮简单的啦，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，就是表面先弄一个凹槽这样起来，然后有人刻十字，然后也可以再刻多一点，然后这个留着可以加在火锅的汤里面，不要丢掉，反正是可以吃的，可以更增加汤的风味。好，然后我画两道，这个就是十字了。然后我今天想画多一点，我想要有花瓣的感觉，就再割割看。哦，我觉得有花瓣的看起来更丰富，我平常都割那个十字而已。我赶在大家回来前，我都先准备好咯，我准备的超快，因为我希望大家回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，给他们一个惊喜，然后就可以马上吃饭了，就不用饿肚子等等了。好，
小时，终于装好了。然后放的那个数量，放进去的种类数量都有规定要奇数。台湾是习惯那个好的数字是偶数，二啊、六啊什么的。然后日本相反，日本是要奇数，像日本包红包也是要包奇数。那个，所以都放七啊、九啊、三之类的种类。好，然后第一层都会，这第一层都会放比较漂亮、比较鲜艳的，然后再慢慢变成比较素。然后这第二层，然后最后一层、第三层就会放这种比较大的东西。好，我终于种好了，一个小时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那个过年的年菜已经做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润一的奶奶家跟她打个招呼。我们刚刚去完了润一的阿嬷家，现在已经出门在搭电车了，我们要去找我日本的姨婆，然后找她就是聊个天，然后吃个下午茶，之后就可以自由活动咯。我终于有时间自由活动了 Lofno， 买了大家的贺年卡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小礼物，好犹豫，我心中有好几个候选的礼物。然后我们去星巴克外带咖啡，刚刚原本没有人，结果我一去买的时候，后面就排了一大堆，排到了门口，很夸张。然后他都说我很有待客人。现在我们要去逛新盖好的阪神百货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可是呢，现在已经是7:10了，好像已经关了，所以应该是到6:30或7:00。今天真的去好多店都关了。现在我们要来吃炸串，因为今天31号，所以很多店都关了。